这个敬拜运动是一个影响这个世界一个很重要的运动之一。有很多的教会，他们就是用敬拜的方式，跟着开始的教育开始改变了，更新了，是提升他们的生活，也都更加享受亲近神。也都有很多人在敬拜的时候经历圣灵充满，这个就是经历神直接的工作，神的感动，神的释放和安慰。这个是敬拜一个 很特色的，在这个时代。我们就去看看在圣经里面讲到的敬拜学习。其实呢，我这个敬拜的运动呢， 有些是可以追溯回去哪里呢，就是大卫的帐幕。大卫的帐幕是一个24小时敬拜赞美的地方。而大卫的帐幕可以追溯回哪里呢？是撒母耳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撒母耳记19章就讲到呢，是大卫就跟一班先知一起的。那班先知就是有撒母耳監管他們的，所以呢撒母耳監管這班先知，他們在讚美神，跟著大衛又跟他一起，掃羅追殺他，都怎麼知道那些追殺的人都回轉頭受感說話，自己去也都一樣。那呢，但大衛那裡我是覺得他是在那裡受影響，他就在那裡學到這種的、當然他本身都是一個敬拜的人，但他也都受了撒母耳的影響，所以後來就有這個大衛的帳幕。神呢講到要重建這個大衛的倒塌的帳幕，讓我們能夠是時時去敬拜主。這個全世界都有不同的地方是有24/7的敬拜禱告的。好，在撒母耳記上10:5開始，我們經文我們就不讀了，就講到有一班先知，他們做什麼呢？有一起讀那些黃色的擊鼓的、鼓瑟的、擊鼓的、吹笛的、彈琴的，他們都受感說話，耶和華的靈必大大感動你，你就與他們一同受感說話，你要變為新人，這兆頭臨到你，你就可以趁時而做，因為神與你同在。嗱，呢度我哋見到啲先知做乜嘢呢？佢哋好長時間喺度，就喺度敬拜神啦。佢用不同嘅樂器，雖然佢呢度冇講敬拜，咁佢冇理由淨喺度奏音樂嘅，係咪？咁而後來講到有神嘅同在，咁呢個必然係親近神所帶嚟嘅，因為聖經講到咧，詩篇22:3第三節嗰度咧，但你是聖潔的，是用以色列的讚美為寶座的，就係神咧住喺我哋嘅讚美之中嘅。我哋親近神，神一定親近我哋。而佢哋咧就喺度讚美咧，然後咧佢哋就都受感説話，受聖靈嘅感動講説話。其實咧喺原文聖經係講預言，佢哋都喺度受感説話，喺度講預言。即係呢班人是聖靈充滿的。咁而撒母耳就話俾掃羅聽啦，當你去到呢班人當中，耶和華嘅靈就大大感動你，你就會受感説話，你又會變為新人，即係話一去到個聚會就已經改變嘅。所以喺我哋敬拜嘅時候，我哋可以帶動人能夠進入呢種神嘅強烈同在，成個人改變嘅，就變為新人。跟住佢就話你要趁時做，因為神與你同在。神嘅同在有幾種咧？一種咧就係神無所不在。咁如果講到神無所不在，咁你唔使要去嗰班先知嗰度啦，四圍都得啦，係咪？咁第二種同在咧，就係信神嘅人、跟從神嘅人嘅同在。咁如果係咁，你去任何嘅以色列人當時嚟講係信靠神嘅就得啦。但佢唔係話佢特別講到呢班先知，而呢班先知係不斷嘅喺度讚美神同埋受感説話，即係去一班聖靈充滿嘅先知啊。去到嘅時候咧，佢話神與你同在，所以呢度講到係一個特別嘅同在啊。原來我們是可以進入神特別的同在，聖經也講到不同的進入神特別的同在。他說你要趁時做，趁這個時候做神想你做的事。所以我們每一次的敬拜和聚會和我們的信息的時候，在小組的時候，我們都趁時做，讓神的靈在感動我們、改變我們。這裡就講到這個舊約的聖靈充滿的敬拜聚會，這個就是舊約裡面的。跟住19就講到掃羅要追殺大衛，咁有啲人就話：咁佢點解經歷聖靈充滿，佢又 會追殺大衛呢？經歷聖靈充滿，正如我哋信耶穌一樣，係冇擔保呢個人一直跟從神嘅。佢唔聽話，佢一樣可以離開神。掃羅就是一個例子啊。所以你經歷聖靈，你唔好以為一定你以後會聽神話，係你要自己要選擇跟從神，讓神做主啦。咁你就會繼續得到神嘅祝福啦。所以任何經歷並不擔保這個人一定是跟從神的。而掃羅很可惜，
他这一次追杀大卫的时候，他打发去三个仆人，三个仆人都受感说话翻转头，一路是这样一路受圣灵感动，一路讲说话，然后他自己又去了，跟着呢神的灵又感动他，一面走一面说话，直到拉马直到拉马的拿约，就是他自己都受感说话，那应该他会悔改了，但他就不悔改。人的心可以很刚硬，所以我们千祈不要心不要有刚硬。好了，又到大卫了，大卫受到的影响呢，你都看到他那种敬拜很放的，很放的，在撒母耳记下六章十二节第十三节，我们那里读，抬耶和华约柜的人走了六步，大卫就牵牛与肥羊为祭，大卫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得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，哇，极力在跳舞，哈利路亚，赞美神，哈利路亚，即是完全是不计较。这个就是他能够在神面前有这种释放的敬拜，因为他知道我们的神是非常美好的，他是非常乐意跟神有这种密切的关系。但是呢，当时他的太太米格，撒母耳记下六章二十节开始，他就在笑他，他说你今天呢，以色列王今天在神仆，一起读下，在神仆的婢女眼前露体，如同一个轻贱人无耻露体一样，有很大的荣耀啊。有二十二节，但大卫说，我也必更加卑微，自己看为轻贱，即是说笑他的反而是他太太，但他即是他笑他，怎么说他露体，因为他平时穿整套 黄的衣服，他今次穿以弗得，即是好像背心这样的衣服，那就不是他平时穿的衣服，他就觉得他好像露体这样，即是他不是真的不穿衣服，他是露体的。但大卫说，我也必更加卑微，自己看为卑贱，即是他说在神面前更加卑微。有哪一个人有这么说的？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施洗约翰就是他在神面前，他不介意在神面前更加卑微都不紧要的，就是我们跟从神不紧要的，敬拜时人笑我不紧要的，他会慢慢看到神的工作。我们特意今天请弟兄姊妹出来分享，都是分享到他们怎样经历神的工作，即是我就想告诉大家，你都可以有这个圣灵的恩膏的。起初姊妹出来说他呢个心顶住，我祈祷时他开头呢就是顶住气出来，跟着就开始起落，即是神的工作呢就是很奇妙的。我们就哇，神这么好，我就不介意了，我在神面前更加卑微都不紧要，人怎么看我不紧要，这个就是敬拜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环，不要介意人怎样，而是全心全意就是爱慕神。好了，这里我们看到一个真正的祈祷，约沙法王他赞美神就打胜仗，很特别的。咁咧就喺我哋讀第廿一節開始啊。約沙法嘅耳聞相宜了，就設立歌唱的人，眾讚耶和華，使他們穿上聖潔的禮服，走在軍前讚美耶和華，說：當稱謝耶和華，因他的慈愛永遠長存。眾人方唱歌讚美的時候，耶和華就派伏兵擊殺那來攻擊猶大人的亞門人、波押人和西爾山人，他們就被打敗了。嗱，呢度都睇到佢哋冇打仗喎，佢哋就喺度讚美神。所以我哋得勝咧，唔係一定要係去打仗，或者係奉耶穌名趕邪靈喎。其實我好多時趕邪靈咧，我一路愛慕神。點解愛慕神可以趕邪靈咧？因為神嘅同在，邪靈就會走嘅。因為咧，當其實有祈禱，當我哋全心愛慕神、享受神咧，神嘅同在更加強烈嘅。我们的祈祷应该主要向神，但我们都可以赶邪灵，没问题的，圣灵都有赶邪灵，不过个比例是什么呢？其实呢，当神的同在强烈，一样会赶到邪灵。当我们奉耶稣名赶邪灵的时候，那个对象呢其实是针对邪灵要走，但如果整个祈祷都是奉耶稣名邪灵要走，邪灵要走的时候，变成就个对象就 不是真的向着神，反而呢当你向着神的时候，神的释放更加轻松和容易，更加享受的，是更加透彻的添的。所以我希望大家每一天都在家去亲近神，让神去释放你和处理生命中所有问题，有灵性和悟性的释放。如果你不明白，你回去看，我已经放在网上了，你看到赞美神就可以得胜的。好了，敬拜是什么？不单止是唱诗歌的，敬拜用诗歌去赞美、亲近和爱慕神，在
有時有些人只是唱歌，唱一首又唱一首，只是唱歌，那的時候未必是敬拜，而是就是唱歌。我們敬拜的時候是整個心靈，用心靈發出。那心靈我也曾經講過，我們的因為聖經裡面講到耶穌說用心靈誠實敬拜，用我們的 spirit， 我們的靈魂。聖經也講到耶穌選用舊約講到，你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神。盡性呢在原文聖經就是整個靈魂，在英文翻譯就是 Love the Lord your God with all your heart, all your soul， 整個靈魂。那很多人祈禱只是用頭腦用口，那怎樣整個靈魂呢？我們的魂，我曾經講過分了三，可以三個功能，記不記得？思想、意志、感情，三樣東西就是整個思想完全認同聖經所有的，意志我決意完全跟從神，神是路的路最好的。第三就是感情，跟神建立緊感情，就是所有好的東西都是神那裡來的，我們所有享受的空氣甚至是深呼吸都那麼舒服的，感謝神，就跟神有感情了。見到世上所有的動物啊，啲雀仔啊，我好中意睇雀仔，真係好飛得好靚。啲花草樹木真係好靚噶。人嘅裝飾好多時都係模仿啲花草樹木啊咁樣嘅。咁啲花咧真係嗰啲葉咧有啲半透明嘅狀態，係好靚噶。咁我哋越睇得多，哇！你中意食嘢都係神做呢啲材料，人先整到啲食物出嚟。同埋咧，好多人中意瞓覺。都是神造的，我們的身體會睡覺，神造人有感情，是吧？這些都是神造的。那你神你真的好啊，真的喜歡到你發燒啊。你在敬拜的時候，你如果做得到這件事，你已經很接近靈的祈禱。這個是魂，是我們學習每天都喜歡神，這個是魂的祈禱。又跟著靈，很多人就很難，其實很難分什麼叫靈的。但是整個靈魂就，我就看到個經文，就是詩篇103篇第一節，凡在我裡面的也要稱頌他的聖名，就是凡在我裡面整個靈魂去稱頌神。那 我自己來說，我隨時隨地用我心呢，耶穌，我一想耶穌的神已經他的喜樂和能力全身流過的。那呢，那我就有一個方法就幫很多人，我就說放鬆我心，整個心靈湧向神，不一定大聲，大聲也行，小聲也行，你現在試試做吧。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，繼續啊，哈利路亞。可能有些人做到即刻有喜樂的，這個就是神同在會帶來，就是你整個心靈去敬拜。那你慢慢來，有些人說那些人這麼大喜樂我又沒有的，就自卑其實不用的，慢慢來。正如學英文有快有慢的，是不一定那個速度，學親近神都一樣的，有快有慢。咁我哋要學用個整個心靈，所以敬拜嗰時你都有釋放又自由，全心愛耶穌，呢、這個就係領敬拜好重要。我哋自己要做到呢樣嘢，先能夠帶領到人嘅。好啦，同埋喺敬拜嗰時享受神啊，呢、這個好緊要啊！即係我哋領敬拜，我要享受神，亦都帶領人享受神，相信同埋享受神嘅愛，同埋專心用心靈忘我去愛慕神，進入神強烈嘅同在。很多人經歷聖靈，但他不用享受。其實經歷聖靈，你會感受身體搖動，身體舒服，心靈輕省，那你就會享受耶穌真好。享受好有不同的，有些人會說敬拜的時候 是很舒服，但不懂得享受，不懂得享受的時候他就去到一個層次，只是覺得好。但享受的時候是經歷好，感受到好，感受到一路去敬拜的時候，耶穌真好啊！耶穌，就一路享受啦。越享受就越深層，越享受就越大心靈改變。所以我哋領敬拜要自己享受，都帶大家享受，一齊放鬆啦，全情投入。耶穌就在祝福大家。嗱，呢説話係真嘅，聖經話咗佢無所不在啊嘛，係咪啊？喺我哋前後環繞我哋，所以唔係講假啊，真係耶穌喺度啊，而家都喺度。耶穌在這裡，即是很多時候我會用這些說話就告訴人聽，神就在這裡加強大家的信心。當大家經歷到神這種平安是神同在，你就要享受，享受越享受，哇，真的很棒，我很舒服。這次我們一起為一個姊妹祈願，好，覺得怎樣？不想停，很舒服，很享受。這個是周時我都有的情況。有一次我為一個人祈願，祈願我說你覺得怎樣？
佢話：咦，你仲喺度㗎？咁我話：你以為我去邊度？佢話：我去到另一個境界，真係好舒服，好舒服，好似另一個境界咁。好啦，自由奔放嗱，我用翻我自己自由奔放，開心、感動，乜都得，唔好計較人點睇自己。天上敬拜都好敬拜，好奔放嘅，好似大衛咁樣，唔理人嘅睇法，輕鬆。啊！你每日都係咁喎，唔好淨係翻嚟先係咁喎，日日都係咁。同埋帶領者輕鬆愛神同埋享受神，影響會中嘅，即係帶領嘅人自己輕鬆，就能夠影響別人啦。帶領其他人輕鬆投入喺神嘅愛中，帶領同埋會中咧投入神強烈嘅同在，越輕鬆就越影響別人。呢樣嘢係需要改變嘅，需要學嘅。開頭學嗰時好硬嘅，但慢慢咧。太輕鬆啦！咁我哋今日喺小組，你都會試下喎。咁你可能咧，你又唱又如果咁多個組，可能好難唱。你就學敬拜嘅禱告啊！耶穌，多謝你，感謝耶穌。你唔好話唔係好合體統喎，咁樣笑出嚟，其實唔緊要嘅，輕鬆喺天堂會唔會啲人會唔會笑咧？佢哋會充滿喜樂，好開心嘅。可能有啲話天堂唔係好合體統喎，呢個人嘅體統。神的體統在天堂是很輕散的，所以我們不要計較，而是整個人強烈的投入，也可以學習用靈歌、用新歌，因為用新歌是比較自由的，比較唱詩歌，我們可以唱詩歌，但唱完詩歌都可以唱一些新歌、靈歌，為什麼呢？它是會很自由的，你可以用現有的音樂，可以用你自己隨時想到的簡單音樂，很簡單的，哦，哈利路亞，耶穌，讚美你，用翻啲 BB 歌就得。哦，耶穌，我愛你，呢首歌咧，愛孤寡，恨我憎。BB 你乖乖瞓落床，用咧 BB 歌啦，又系月光光嗰首歌啊，冇乜所谓，做翻 BB 仲好，回复翻小孩子一样，带领人轻松享受神嘅同在，你就试下用呢啲歌，你谂唔到第二啲，你咪用呢啲咯，轻轻松松，你都可以即系用有啲现有嘅诗歌，但系分辨诗歌。詩歌咧有啲咧係唱頌神嘅恩典，咁呢個一樣可以敬拜嘅，即係睇你點樣用法啊！即係講出神嘅嘅偉大，你真偉大，讚美救主我神。呢首一樣有敬拜嘅，即係好多咧宣講神嘅恩典，但係咧我覺得敬拜最強咧就係投入向神嘅。咁亦都咧，我要分開讚美同埋敬拜。讚美咧就係讚頌神，比較通常比較輕鬆嘅、輕快嘅。主耶穌真奇妙，主耶穌真奇妙，讚美嘅詩歌。而敬拜多數咧係親密嘅。耶穌，我愛你，一個進入神嘅同在，一路進入，一路進入神嘅同在。咁你分別到讚美。同埋敬拜嘅詩歌、愛慕神嘅詩歌，咁咧通常嚟講，讚美就喺開始嘅，愛慕神嘅詩歌喺後面嘅，嚟到帶領大家。咁有啲人我唱歌唔好，咁點算咧？可唔可以敬領敬拜？可以嘅，你揾一個唱得好嘅，你喺佢隔離，你就做祈禱，你又就帶住大家嚟到去敬拜嘅。好啦，喺敬拜嘅時候可以用啲咩説話呢？第一就可以講一啲重要嘅歌詞嚟到激勵人啦。裡面歌詞講到。主耶穌真奇妙，耶穌你真奇妙啊！哈利路亞，講嘅時候都放多啲感情落去。嗱，你留意我的聲音咧，我係用共鳴嘅聲音，一間會解釋呢個共鳴嘅，就係咧你會聽到周圍有響聲嘅，唔係淨係嗰個口嗰度發出聲音，係一個共鳴嘅聲音。但係咧放感情落去，放鬆啲，其實你就係用不同嘅音調。哈利路亞，多謝耶穌。嗱，試一齊講啊，哈利路亞。好多人覺得好難咁講，
我想問下你，當你去到天堂嘅時候，你會話耶穌你真好，主耶穌真奇妙，因為你話耶穌啊，你原來咁好啊，天堂原來咁好啊，你會興奮㗎，係咪？如果你個仔考第一，你話哇，我仔今日考第一，全香港第一啊，咁你今日好興奮啊！但係咧，耶穌嘅好消息，好多人又唔係咁興奮喎。我哋要學習用啲歌詞，亦都有帶住感情嘅。第二，我全心愛你，你一路愛住我哋，我哋緊靠你，即係呢啲關係嘅。啊，耶穌，我靠住你。咁你自己都咁諗喎。耶穌，我靠住你，我挨住你，你一路愛緊我。佢真係愛緊我哋。耶穌嘅愛比我哋嘅愛大好多倍嘅。天離地點樣高，佢嘅慈愛向敬畏佢嘅人亦都何等嘅大。我哋愛神係咪天離地咁高啊？相差好遠好遠，係咪？好多人愛的咁多，一日愛的咁多嘅啫。第三啦，即係呢啲例子啊，神你一個前後環繞我。其實我哋祈禱經歷到聖靈係特別容易講到呢句説話，因為你真係感覺到身體搖動，哦，咁係感受到神嘅能力喺度環繞住我哋，享受神嘅愛、神嘅平安，可以感受到嘅。啊，神啊，你好喜悦我哋爱你，即系讲出神嘅心啦。神好中意我哋爱佢嘅，好中意我哋赞美佢嘅。啊，神啊，我享受啦，我享受啦，我享受亲近你，你真好啦，真系好啦。嗱，啲跟我讲一次，你真系好啦。哦，耶稣，你真系好啦。嗱，大家而家好放喎，点解兄妹喺小组嗰时都系咁放啊？啊！你因我哋歡欣喜樂，呢個西番亞書三章十七節。你因我哋歡欣喜樂，默然愛我哋，且我哋喜樂而歡呼啊！你哋人神係咁喜樂嘅，你真係好中意我哋親近你嘅。我因為你好開心，啊，好釋放。咁我哋自己又好釋放啊，好放鬆，好滿足，好蒙福。嗱，呢啲係喺領敬拜時候用嘅説話。嗱，我啲會傳俾你嘅，所以你可以我傳俾你之後，你可以睇啦。好啦，帶領人去愛慕神咧，我第一自己愛慕神啊嘅説話嚟到帶領人，即係我哋自己咯。啊，耶穌，我真係好歡喜你，好中意你。我哋嘅説話，我哋自己愛慕神嚟到帶領其他人。第二咧，指示會眾點樣愛慕神。所以喺領敬拜有兩樣嘅説話，有啲向神講，有啲向人講啊。嗱，我請大家講一講，我呢個向人都向神，我哋一起合埋眼愛我哋嘅主，呢個向人講咧向神。耶穌你真係好啦，向神嚇，你大家分到啦，向神講嘅，向人講嘅，咁你兩樣都要講嘅。好啦，有啲點樣指示嘅説話咧？嗱，我哋一起全心去愛我哋嘅主，一起享受神啊！呢個喺敬拜裡面可以用嘅説話，一起享受神，哈利路亞。有一些敬拜方式是完全不講嘢嘅，等嗰啲人自己進入。如果成班都很投入咧，就 OK 嘅。佢你唔使帶佢自己識得敬拜噶啦。但係好多會眾未必係咁嘅，係咪？所以我哋需要帶佢哋嘅。咁而家我覺得，就算佢好投入都好，我哋可以用説話影響佢嘅。嗱，説話有好多種喎，有啲人啲説話點咧？係講道喺度領命嗰時講好多好多嘢，神嘅做的事太多的時候，人就好像聽講道，我們又不是聽講道，只是一些說話激勵他。所以我覺得就算很投入敬拜，領敬拜都可以用一些說話帶領大家更加進入神強烈的同在。我想告訴大家，有些地方那些神就是追求神的同在，神的同在去到什麼程度呢？曾經有一個地方，他一直領一直一些人一直敬拜一直投入，忽然間呢，在個教堂裏面有閃電，個教堂因為有閃電咧，將呢個聖壇劈開兩半啊！跟住咧，嗰個牧師啊，經歷神嘅能力彈出成十尺之外，跟住全會眾全部都跌曬喺地下。喺呢個係真實係有發生嘅事，喺美國發生嘅事，咁寫一本書嘅，講到咧就係呢個神嘅 tangible presence 可觸摸嘅神嘅同在。一本書咧講到神嗰種同在，即係敬拜可以去到呢種程度，亦都有啲敬拜咧。他們去到怎樣呢？其中一個叫 Gary Oates G-A-R-Y O-A-T-E-S， 他在敬拜的時候，神跟他說你要除鞋，這個是聖地，每個人都穿著鞋，忽然間除鞋，因為除完之後，跟著他的靈魂就飛上天，飛過帳幕，飛上天，
佢見到耶穌，跟住翻嚟咧，佢就成日見到天使啦。佢睇到天使喺呢邊啊，神咧要做工啊。佢跟住就講到神咧要醫治邊個啦。佢就喺度祈禱嗰時，佢試過有一個睇到個天使啦，嗰個人咧嗰個頭有個瘤啊。佢睇到嗰個天使喺度吹氣喎，噴啲火啊，喺個天使口吹出嚟。跟住咧嗰個人咧好熱好熱，跟住佢個瘤就冇咗。即係呢個就係 Gary Oates 佢嘅侍奉，有啲人進入呢種咁強烈嘅敬拜神嘅侍奉啊！咁我希望大家咧，我哋呢度都成為一個咁嘅地方，大家投入，俾一你哋都係咁帶領人，俾神去大大改變。好啦，就係我哋嘅説話係好緊要，可以影響別人嘅，所以唔好淨係唱啊！我提議啊，好啦，我哋就譬如話啊，我哋諗一諗神點樣曾經祝福我哋，一齊諗一諗，一齊啊，多謝耶穌。嗱，跟住照用啲説話，唔好就咁話啊，諗下神點樣祝福我哋就停咗度，用我哋嘅説話嘅音調嚟到帶出，享受啊神啊，神你真係好啦，啊耶穌你真係好啦，喺個聲音裏面表達出嗰種感情出嚟啊。喺曾經我哋分享啊，有 Ezra 分享過去到啊，見到天上嘅生命冊，王傳道分享過去到天上嘅生命冊，佢哋都講到神係寫好多感情。神是充滿感情，神回應我們的需要，我們的痛苦是表達出祂的感情。我們同樣對神都是表達出我們的感情，因為一個人愛神不只是口講的，是祂的心靈裡面。所以我們在敬拜的時候都帶動大家感受，啊，神你真的愛我們。第三，可以講到愛主的話，有些人就猛地說耶穌我很愛你，耶穌我很愛你，我真的很愛你，我真的很愛你。那一開始會眾覺得講來講去愛，但是咁樣重複講，未必帶到人進入神嘅愛。咁你用各樣嘅方法、各樣嘅智慧，這個需要操練啦。我而家示範一點樣帶領大家進入神嘅愛。大家合埋眼啦。主耶穌，我真係好中意你，好享受你，好喜悅你。神啊，我全心愛你，我整個靈魂去愛你。你係我嘅生命，係我嘅一切。我將你放喺首位，有神我就滿足啦。啊，耶穌，你係我嘅一切。我盡心，我整個心靈、整個靈魂、整個意志、所有的能力，全心去愛你。哦，主耶穌，我享受你的愛，我活在你的愛中。哈利路亞！嗱，你發覺我用不同的字眼，我是冇編排定嘅，冇諗定嘅，就係，是，你到時自由地，好自由地用聖靈去帶領。咁你做慣咗咧，你就能夠咁做啦。不要用同樣的方法。有時有些說話是重複講，是個意義不深的，充滿充滿聖靈充滿充滿，但當你這樣想的時候，你未必會充滿的，因為是這個字眼本身充滿怎樣充滿呢，不是很想到。但是你想神的愛，神耶穌神聖靈同我們一起，我們一起黑文眼，主在這裡很想充滿我們，主我們歡迎你，我們很想你居住在我的心裏面，做我們的主，做我們的王。神啊，我願意同你一起緊貼住你。神啊，充滿我們的心靈，讓我們活在你的愛中，活在聖靈的充滿當中，被你完全的更新改變。哦，耶穌，就是追求聖靈充滿，不用一定猛咁講充滿的，就是講一種關係的說話，關係的說話就會幫助我們聖靈充滿的。好了，我們譬如另一說話，想着耶稣就在我们旁边，耶稣就在我旁边服侍着我，耶稣在这里祝福着我。有些可能你说，哎呀，你说那么快我听不到 notes， 你上网听回来，你听听十至二次你记得的了。耶稣就在旁边，耶稣现在在我旁边，都在你旁边，都在你服侍着你。我们靠着耶稣的肩膀，挨着祂，哈利路亚。我们想着在神里面很幸福，啊，真的幸福，真好啊，哈利路亚。每一句我讲的时候，你要留意我的感情和声音。我们用手将烦恼抌出来，现在一起做，抌出来，所有烦恼，所有重担抌出来，哈利路亚，所有不开心离开，所有的愤怒憎恨离开，哈利路亚。这些都是可以敬拜的时候可以做的事，可以像雀仔咁拍翅膀，好唔好？一齊試下拍。哦，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，讚美主。因為身體嘅動作係表達我哋嘅感情嘅，喺靈裏面跳舞啊，哈利路亞！喺靈裏面咧，我哋可以敬拜成日都係跳舞嘅，試下享受下愛慕神帶嚟嘅平安，感受下嚟，試下感受下而家
哦，感受神的平安轻省。哦，耶稣，将个重担吹出来。耶稣，哈利路亚，哈哈，就带住大家去享受啦。呢啲系其中一啲嘅方法，帮助大家。但最主要唔系方法，系我哋自己真系亲近神，真系带领人咁样做法。好啦，领敬拜都要认识我哋嘅会众，有两个图，左边嗰、那个个细路仔爬梯级，咁你带细路仔你就唔好做同带大人嘅方法。右边系大人，已经成熟嘅，咁你带咧就可以进级啲啦。小朋友你要简单啲啦。嗰啲灵命未好强嗰啲，未投入敬拜嘅，你就用一啲简单啲嘅方法啦。即系你就住佢哋每一个不同嘅程度，带领佢不同嘅方法，进入不同嘅领域。即系先我讲到嗰啲人，哇，神咁强烈嘅同在，就系、是、神嘅同在可以越嚟越强烈嘅。是很強烈，以致那些人可以大大被神感動，全班人聖靈充滿，全班人聖靈更新，被神去更新改變，可以進入不同的領域。神的愛，在神的愛很多人感動，神的喜樂，心裡的火熱，或者其他神的作為，全部都可以的。你當時聖靈的感動，今天我們火熱地為香港祈禱，求神祝福他們心裡充滿火熱。就算不聖的祈禱都可以帶著靈的力量的。主耶穌，求你恩待憐憫他們，幫助他們經歷神你的愛，神你的恩典，求你醫治香港，祝福香港，就是這個帶著靈來到去祝福的禱告的。進入神的愛、喜樂或者火熱都有程度的，不要滿足於、今天都很喜樂、可以更喜樂的，今天有神的愛都可以更喜樂的，或者更火熱可以更加火熱的，或者甚至將來我祈禱真係咧喺我呢個聚會有不同嘅人去到天堂，去到天堂可能嗰啲課程就會停噶啦，咁啊可能就請佢分享帶領我哋進入神嘅天堂噶啦，嗰日就訓練延遲噶啦嚇，咁啊我哋都求神幫助我哋喺屋企又去天堂，翻屋企又去天堂，嚟到聚會又去天堂。敬拜可以進入神不同嘅工作，可以咧生命更新，啲人生命改變，挑戰佢哋。在敬拜的時候挑戰者先，我挑戰大家怎樣將生命委身給神，還有在敬拜也可以立刻進入信息的傳講，帶著能力，或者是代禱，懇切的代禱，令到人真的，這裡講到就是萬失都跪拜，在這個敬拜裡面帶領人真的在神面前跪拜，去親近我們的神，哈利路亞。而領敬拜很重要的就是熟悉你的詩歌，還有那些節拍和幾時入，很重要的。即是说譬如你重唱副歌，有些人呢他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入，他就随便入。那弹琴的就很难跟他夹的，因为呢 他有个时间的嘛，你不能够说喜欢哪里入就哪里入的嘛。那呢这个呢就是需要熟悉了。那你如果你 未能够做这件事，就要预先去夹定了。其实重唱，其实重唱呢有时呢就不是一定要、用了定的方式，有时有些敬拜就会、我这首唱三次。副歌重唱兩次，咁咧有時你緊咗啦，但係其實我哋可以自由嘅。咁自由風嘅時候咧，就用手同嗰啲伴唱同埋咧樂手咧嚟去配合。咁咧第一就預先做好安排啦，呢個係最好啦。咁第二咧就唱某一節咧，你就一個最簡單的方法就係、是、你將個節嘅字讀出嚟，即係譬如話唱耶穌主耶穌愛我，咁你唱主耶穌愛。就講一講先，主耶穌愛我，咁就唱第一節啦。跟住哈利路亞，咁就唱後面啦。咁你講一講嘅時候咧，大家知道你唱邊度啦。咁咧就亦都另一個方法就係你嘅聲音一帶出嚟，已經大家跟到啦。譬如我即係先領敬拜嘅時候，我好少講我做乜嘢，我一唱咁你已經知道我去到邊度啦。咁你跟住啦。咁你又手勢啦，咁好簡單。第一節咁啊一隻手指啦，第二節兩手指，第三節三隻手指，四節四個手指。副歌咧就係個 C 啦。C chorus 啊，最後一行就係手指尾，一齊做啊嚇！最後兩行兩個手指尾，兩個手指，最後三行由手指尾開始，三行咁樣。好啦，你重唱嗰部分，咁你咁樣，即係重唱，即係最後三行，最後一行咁樣。如果你有好多樂器咧，就要咁樣嘅。如果冇咧，我哋叫我重唱，我就只要重唱，佢哋就跟我噶啦。因為我知道重音就好掂噶，咁所以我就照彈到佢跟到。其實一個熟。
彈琴嘅人都聽到你唱乜，佢就即刻可以跟到嘅。咁咧呢啲係一啲基本嘅。咁然後咧大聲細聲咧，如果你有時真係第一你自己大聲可以示範啦，俾佢知道啦。你可以大聲咁啊，細聲咁樣。譬如個鼓手啲細聲咁啊，大聲咁啊。咁咧有時佢停一停啦，即係譬如啲琴停一停，停一停啦嚇。咁啊鼓又打喎，呢個停停一停啦。有時會有咁嘅，有啲就唱唱下咧，忽然間淨係鼓嘅啫。咁咧就其他就定曬，咁有另一種嘅感覺嘅。咁有時同埋咧就唱到嗰首歌嘅尾咧，就一定要有指示。我試過有啲人同你一齊喎，我有彈琴喎，佢唱到最尾，我又唔知佢重唱啦，因為唱副歌我又唔知喎，佢就定咗型喎，咁我又唔知做乜嘢好喎，所以咧領哥一定要指示嘅，一定要指示。咁佢有時咧，佢就期望我去指示，因為我彈琴我就唔係指示。如果我指示，就變咗我領噶啦嘛，係咪？所以領嗰個咧就要指示嘅。嗱，呢啲係一啲。好啦，嗱，依個講到共鳴聲音，這個共鳴咧係非常特別嘅，係一個神賜俾人嘅共鳴嘅聲音。其實雀仔咧係好自然地，一隻咁細嘅雀仔嘅頭可以個共鳴聲音咁響咧，呢個係神所創造。你有冇發覺 BB 仔喊嘅聲音同大人喊嘅聲音係唔同嘅？佢哋係好自然地用呢個共鳴嘅聲音嘅。BB 仔喊嘅時候係好自然地，係大人扮唔到嗰個喊聲嘅。咁呢個共鳴聲音係點樣嚟嘅？咩叫共鳴咧？就係引起頭腔、鼻腔嘅跟住呢個聲音響，呢個就係共鳴嘅聲音。譬如我而家唔用個麥一下咁啊，共鳴的聲音就是引起那個頭腔，引起個鼻腔和頭腔。如果不用共鳴的時候呢，其實我很難不用共鳴的。譬如說Hallelujah， 哈利，我都有共鳴，不過即是少了。但如果我衝上去頭腦，哈利路亞，哈聲音啦，即係呢個聲音響，即係呢個就係共鳴嘅聲音嚟嘅，周圍會響嘅。咁點樣做呢？第一就係大大張開口，係窄而高嘅。B B 仔好自然做得到嘅，係窄而高嘅。下巴要向個頸嗰度伸展，舌頭放平呢樣嘢咧係好困難嘅。你望下隔離一個。你一放平那個舌頭咧，係要睇到吊鐘咧，係好難噶。咁你翻幾年嘅？點樣練咧？好，大家唔好出聲住啊！你唔好即刻發聲。點樣練咧？你伸平條脷出嚟先，又慢慢縮入，而唔將佢拱起。即係最大困難就係拱起啊！咁你望住個鏡，望到個條脷放平啦。咁呢個係要翻幾年嘅。咁然後咧就好似打喉嚨咁啊！嗱呢個我而家就發緊就係共鳴嘅聲音，大家聽到個聲音啦！呢個就係打喉嚨嘅聲音，係打開後面嘅口腔。嗱共鳴聲音。開頭咧係好難嘅，但係慢慢練咧係可以練得到嘅。同埋你想學嗰啲聲樂嗰啲咧，你就要唱俾我聽。咁你可能又早翻嚟六點鐘咧，可能再下個禮拜咧就翻嚟又早翻嚟咧。咁你又唱下俾我聽，我又話俾你聽。好啦，然後打開口腔嘅後部啊，前面同後面都要開，但有時有啲音咧係前面唔開，後面開嘅，譬如。哦，大家聽到好似一個裡面有聲音嘅，呢個就係後面開，咁呢個係好似打喉嚨，呢日練打喉嚨得啦。
聲。好啦，打開個口腔後部，然後將啲氣沖上上高嘅，咁樣喺嗱沖上個鼻腔嚟產生共鳴。我一間先再解釋呢樣嘢嚇。好啦，咁咧呢度下面嗰啲我哋要一齊起身做啦，一齊試下做一次嚇。就係咧喺呼吸嘅時候放鬆放鬆個肺部，咁咧就個膊頭唔好升起，就係個肋骨向前同埋向滑，即係肋骨呢度咧，你翻屋企練，尤其你沖涼嗰時望下啲肋骨咧，即係你會向前向滑，然後咧你膨脹之後唔好放鬆，即係唔意思唔好收啊，唔好收，但係放鬆嘅，但係膨脹嘅。咁你就能夠保持個聲音，呢個係最重要，係唱歌最重要。如果呢樣嘢你做到，你已經唱歌改善嘅。嗱，我一齊試下，即係你可以做呢個 exercise 嘅，就係好似車胎漏氣咁啊。一路撐住個肺部，然後咧，一個咧就係、是。一個咧就係點樣咧？係可以停落嚟。咁一個咧，嗰啲人唔係一啖氣嘅，佢係兩啖氣、三啖氣。咁咧就亦都可以，有時咧你喺度等車咧，或者喺個地鐵嗰度咧，撐住個肋骨，佢會令到呢個肋骨嗰啲力夠力啊！你唱歌嘅時候係要點樣咧？唱一句咧，個肋骨係唔收縮，你見到我件衫咧，如果我呼咗氣咧，個呢個咪巢啦，係咪啊？吸咗氣就漲啦，咁你唱嗰時咧，保持佢漲。啊示範，同埋啲音唔好斷啊，即係唔好哈利路亞嘅，哈利路亞，唔好斷嘅。咁你撐住個肋骨，當你高音嘅時候咧，要下面要啵，呢度要收縮嘅，喺個丹田啵，咁樣要收縮。直向上衝，不是向出，聽住嚇，你哋唔好跟住。向前衝就變咗媽媽，咁啊向前衝。媽，嚟聽一聽一聽啊，留意聽。媽咩媽，喺下面聲。媽，聽到佢喺上高啊。媽。衝上上面，直衝上去，而有一個很重要的喉嚨是不用力的，只是發聲，只是那個音在哪裡，那個力在這裡行的，啪啪，下面用力的。好了，然後呢嘴唇和舌頭就要用力發聲，唱歌時呢很清楚人家聽到你唱什麼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即是每个字发清楚的声音。咁咧就啊，即系你屋企咧嘅人跟住个 scale 啊，摩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咁你屋企咧日日咁樣練，嗰啲聲音咧係要放鬆。嗱，我哋有一堂會特別講到聲樂，不過而家開始講，你翻屋企去練。不過有一樣好緊要，你當你一發覺喉嚨攰或者辛苦，即刻要停。如果唔係咧，你就傷咗個喉嚨，咁你又等一排先恢復，同埋你傷耐咧，你就會起疹啊，又會好多問題嘅。所以唔好死命嗌啊，啲聲音要係有。改變的，這個聲音是對於我們敬拜很有用。為什麼呢？聲音可以表達感情，就像你聽我講話的時候，唱的時候也一樣。
嗱，呢一陣咧，大家唔好唱，就黑埋眼。Hallelujah， 讚美耶穌。Hallelujah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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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讚美耶穌。即係你音樂大細聲啊，感情啊，力量是可以表達的。好，我希望大家咧，你敬拜一定要操練，在家裡多操練。嗱，而家可以跟下我一起去啊，就係唱一啲一個咧就係講嘢嘅。首先講嘢先好唔好？大家可以黑埋眼啦。主耶穌，我真係好愛你啊！耶穌，你真～唱我的聲音啊！耶穌你真好啊！一齊一試啊！試下用咁樣一個一個咁領，唔好一齊領一個領咁樣啦，一個領跟住可以大家一齊講又得，咁咧就領呢、這個，另一個就係靈歌啦，你中意唱乜都得嘅。哦耶穌，我愛你，耶穌你真真我愛我，我愛你。真好，耶穌你真真愛我，耶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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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阿爸父，我享受你，我真喜樂喜樂喜樂。自由釋放，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，讚美耶穌。大家你可以用説話同埋詩歌去領 ，OK。